大家好，你好，我是姗姗来迟的方国姗，今天很开心能够上来 RTV 一起做节目。咁啊，我请到两个嘉宾，咁一咧喺我身边的李子敬，你介绍自己。我是叫李子敬 Dominic， 咁我是自由党青年小组的副召集人。OK， 咁另外咧，我身边的另一位女仔就方心妍。你哋好啊，我叫方心妍，我是自由党青年小组的成员。OK， 咁啊，两位青年啦，咁嚟紧同我哋一起即系讨论下。其实今日咧，我哋抱住一种好沉重嘅心情，因为即系琴晚咧，我哋亦都发生咗一个全香港都震惊嘅一个喺菲律宾发生一个旅游嘅一个意外啦，亦都即系令到我哋有九死六伤嘅一个旅行团啦，咁亦都受到菲律宾一个不合理嘅一个屠杀。那個殺手咧，本身以前都是一個警員嚟嘅，咁帶出好多令到我哋今日想係同大家討論嘅地方。咁今朝咧，其實我哋一班朋友咧，亦都去咗菲律賓領事館去示威啦，要求即係菲律賓係即係強烈譴責點解有啲咁嘅兇徒啦，同埋要對整件事件咧要作一個交代嘅。咁啊，琴晚我又瞓唔到啦，唔知當明你哋得唔得啊？其實完全係瞓唔到啊！即係我係大概其實晏晝嗰陣時啦，喺網上都已經睇到呢個消息。咁但係晏晝嗰陣時咧，相對係比較平靜嘅，無論係媒體方面啊，咁其實報道啊篇幅亦都唔係話好多。跟住我出咗去食飯，咁大概七點零鐘咧，有個 friend 打電話俾我，喂 Dominic， 喂你知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係佢話咗俾我聽發生咩事之後，我係直情係呆咗，因為佢當時嘅消息係話十六個人死曬嘅。咁我係直情話嚇咁大鑊，咁我即刻勾腳翻屋企嘅時候搭的士，一坐落架的士，個的士司機第一句就問我：喂，你知唔知道而家發生咩事啊？咁我即係問一問佢之後，咁就知道發生咩事之後，係一路都好唔開心啦。即係翻到屋企都係一路都瞓唔著，我諗係去到最少兩三點先瞓得著啦。咁其實我諗琴日咧嗰啲即係無論各大傳媒都努力去即係轉播呢個事件，因為其實即係成個旅行團一個旅遊車俾人騎劫咗，兼係即係劫持咗咁多鐘頭，即係都係個救援嗰方面咧。我又想問下心怡，其實你覺得菲律賓政府咧喺我哋拯救我哋港人呢個做法裏邊咧，你覺得佢即係個表現如何啊？我覺得要改善一下咯，因為咧即係。成十個鐘頭，咁十邊入邊十個人，即係十個鐘頭裏邊，嗰啲人啲安危全部冇人理嘅。同埋我見到嗰啲差人係咁亂咁樣開槍，我覺得裏邊啲人其實有可能係俾佢哋係有份射殺死嘅。咁其實我諗我亦都即係話睇到嗰個資料裏邊咧，其實喺佢嗰個安排上咧，其實佢嗰個搶救咧，或者佢嗰個特警隊咧，其實佢嗰個裝備其實都幾特警隊嚟嘅咩？即係幾差嘅，真係即係我覺得有乜理由用大錘即係十磅錘咁？而家其實我諗啲科技都唔係咁差咯。特警隊手槍喎、啊。唔係，我諗我哋嗰啲科技咁上下咯，即係我哋就可以喺出邊借咗把遮啊，咁敲下個即係旅遊包咁咯，即係完全好離譜嘅。即係我諗，同埋有啲專業嘅人士啦，即係喺危機管理嗰方面，佢哋會關注到，譬如好似有我哋香港亦都有啲前警司嘅隊伍咧，佢哋都有講過，其實一喺搶救嘅情況咧，即係分秒必爭嘅，即係並不能夠拖到成幾十分鐘後先去救人咯。咁你器材嗰方面，大家睇到啦，即係仲有一樣嘢就原來成個過程咧，聽講話嗰個槍手係睇曬喎，喺個巴士度，喺個旅遊巴士度。其實啱啱星期二嗰陣時啦，菲律賓總統啦，係阿基諾三世啦。咁其實佢issue 咗嗰個 statement 嗰陣時，佢就話將呢個責任咧賴咗落嗰啲傳媒嗰度。咁認為咧係因為傳媒嘅報導咧，令到車上面咧嘅歹徒咧得知咧外邊嘅情況。咁其實據我哋所知，架車應該係冇電視噶，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即係對佢呢個解釋咧係有啲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咯。我哋覺得即係今次菲律賓政府嗰個拯救行動咧係出咗好大嘅問題。首先就係個溝通上嘅問題，即係佢嗰個成個
談判的過程是歷時了10個鐘頭，使不使談判10個鐘頭呢？即係當你一個咁簡單嘅要求，個海飛嘅要求咧，就係、是、只不過係即係想復職嘅啫。咁、但係你係咁簡單嘅要求，佢揸住成十幾條人命，你都唔能夠去 fulfill 到佢呢個要求，同佢傾十個鐘頭，途中係有好多機會能夠有 sniper 射到佢。佢、有幾次係去到係好多硬嘅地方，喺個玻璃嗰度係非常之容易射到佢嘅情況之下咧。都冇射落去，所以我就話總括嚟講咧，佢雖然如果你話冇電視機好，你知旅遊巴都可能有收音機啦，咁但係問題你已經知道佢係挟持咗我哋十幾個港人嚇，咁點解唔可以你一啲即係信號嘅干擾啊，你都可以令到嗰、那個歹徒咧或者個槍手咧係接收唔到咁清晰嘅信號，咁令到佢唔會話即係得知道。其實我覺得傳媒係冇做錯嘅，即係我諗呢、這個透明度係應該要高，咁但係話點樣去嗰個衡量各方面嘅嘢咧？我覺得即係菲律賓嘅特警咧，其實佢係要多做呢啲功夫咯。咁啊，其次我好同意你講，其實佢哋已經係即係好多時咧，這個槍手已經係企喺一個好突出嘅地方，或者好暴露於係一個好容易被攻擊嘅情況底下。特別咧到最後咧，即係世界好細喎。我嗰晚咧，星期二嗰晚咧，坐翻嚟去到十一點左右睇晚間新聞嘅時候，先睇到，咦？呢、這個伯咁熟口面嘅，原來係我啲西貢嘅街坊。係啊。係啊，即係我即刻咧都突然，好突然啦。咁我亦都好即時，我嗰晚好擔心，即係佢同佢屋企人啦。咁啊，原來佢第一個太太佢就即係釋放咗。之後究竟佢有冇其他親戚咧？即係我就嗰陣時就好擔心。咁其實釋放最後一名，即係話老人家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歹徒咧，呢個槍手其實係暴露於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咁我覺得嗰陣時應該可以做到功夫嘅，就變咗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唔使即係承受一個咁大嘅創傷咯。係即係對佢個菲律賓嗰個所謂嗰啲特總部隊咧，係嗰個能力係非常之好嚴重嘅質疑咯。因為其實如果係你見過美國啊、FBI 啊，或者係好多特工啊、英國啊，或者甚至係香港啊咁嗰啲咧，其實佢都有訓練咧，係點樣去遠距離嘅度咧，能夠去啲 sniper 咧係好準嘅。啲人係講緊係射一張啤牌嘅啫。咁佢個頭咁大咧，其實哇咁多個地方，喂連個 camera 都影到嘅時候，你係好容易可以射到佢。當日啊，嗰啲攝影師就話啦，我都影到啦。如果我攝影師係個槍頭，我都幫手射殺啦。咁呢、這個即係、就是、我覺得喺菲律賓嗰個特警隊嗰方面咧，我覺得絕對係需要提升，而去令到確保我哋即係所有全球嘅華人咧，如果去呢、這個菲律賓旅遊好啦，點都好咧，我覺得佢要做足啲功夫，然後咧先有得交代翻我哋一個即係呢個咁嘅創傷咯。佢除咗設備需要提升之外咧，那個手法咧都要提升。OK， 你設備唔好都唔緊要啦，咁都係當你可能科技所限啊，或者係即係資源所限啊，咁 clean clean 啦。但係佢喺拯救嘅過程之中，佢唔係用一個即係應該係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方法去拯救我哋即係上面嘅旅遊巴嗰啲市民噶嘛？你當你成架旅遊巴係有四面嘅時候，一個太平門，前面有一個門，前面有一個大玻璃，你大可以咧係將架車重重包圍，同一時間爆破佢所有玻璃，同一時間入去，而唔係喺側邊個太平門。搞咗成30分鐘先諗到點樣開個太平門 ，OK？ 開完之後爬上去，佢唔係用梯喎，係有一個人喺下面墊住佢行上去，跟住入去就入唔到，因為入咗兩秒，跟住又唔知俾人打翻出嚟，跟住唔知發生咩事，跟住咧慌死咧嗰個歹徒咧係唔知咁樣，係佢揼乜嘢唔緊要，佢揼咗成10分鐘 ，OK？ 如果係當時嘅 commander， 喂，你設備唔夠，電轉都有把啦話。咁你應該咧係同時包圍架車，將幾個人喺個旅遊巴嘅上面，有幾個人旅遊巴嘅下面一齊同時攻入去架車度，先至能夠確保係最短時間咧個歹徒冇機會去射殺我哋香港人。嗯，係咯，電鋸都好咯。電鋸都好，同埋佢想爆破前嗰道門嘅時候，佢用一個繩去撬住佢拉出嚟。如果有任何少少常識嘅。